好香啊！是你身上香？嗯，不是不是，是女真花的味道。这哪里可能有女真花？嗯，这……嗯，哎，我的花呢？天哪，我是不是忘在那个小酒馆里了？ 还好还好，本来就只有一朵，还好没有丢。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你为什么只送我一朵花？你能不能学学那些电影里面的男主角，我还送那么多，我怎么就只有一朵？因为你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一朵玫瑰啊。 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